最近天龍當氣啊，十一級天地通為你呈現，想獲取3000則免費短信，立即簽購並啟動你嘅 expert。6:38啊，喺個學校嘅户外直播室啊，真係金黃廣場節目嗰度咧，又話碌咧，咁我今日咧就加入呢個大家庭呢個新嘅節目，就傾傾咧。當然啊，仲有我哋嘅貴賓啊 Gary 曹噶。好，現在我們呢就換一換那個語言啦，哈，講華語嘛，哦。好，刚刚我们说要挖深一点东西，可是挖深一点之前呢，我很想说，我可不可以来造字一下？我说，哎，你为什么常被人骂的？有吗？导演呢、啊？是导演骂、哦。对，我记得上次啊、他拍那3七21的时候呢，他说过，因为他实在没办法跳那个舞，然后他就好想放弃，可是导演结果就骂了他一顿，以后他就说。好，来就突然间上升了，那这次也是一样吧，对不对？因为好像很难入戏，不一样，因为第一次3七21的导演的骂法跟周导拍起床歌的那个骂的方式完全不一样。我觉得第一个导演呢，黄忠平的骂法就是他完全不跟我讲话，我老来就那个很可怕，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哈。对，很多。当你要惩罚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你要冷落他，那一个就是很大的惩罚。Hello. 然后他是怎么样嘛？就是不说话啊。那这一个呢？他就生气了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周格泰导演呢，就是曹格，你逼，出口啊，出口。哇。然后就是说，你今天你不是个歌手。你现在不是曹格，你是个演员，你演不好你就滚出去。对吧？可是我喜欢的，真的吗？我喜欢很凶的男人。感觉一下，哎，两个字，反贱。又跟他讲他喜欢你凶的男人呢？真的吗？对 ，OK。他说了。他说啊，他已经承认了。对啊，我也再强调一次而已啊。对。没有，我们看娱乐新闻是你说的，对不对？什么？你说那件事哦？没有了。OK, 知道怎么吃，你在外面知道怎么吃吗？然后这次哦，会不会就因为这样子，你已经拿捏到了那种演戏的时候，应该要怎么样去演？其实还没有，因为这其实是算我真正的第一次去尝试，算是演戏了。那我是希望以后有机会了，对啊。那我很喜欢，我觉得为什么我是想尝试演戏，而不想一辈子就是唱歌这样，因为我觉得在做音乐、写歌、唱歌，当然是可以表达到很多东西。可是我怕我以后老了，问回自己，就是说，曹格，你这一辈子做过什么？其实就是活过曹格的一辈子。可是如果当一个演员，拍了很多部电影，老了之后你就会想，像刘德华拍了400多部电影，其实他活过400多个人的一辈子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想演戏的真正的那个道理，就是因为我想活别人的生命。对对，就是你在戏里面才有机会做不同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知道，好像刚才你所说的，你想说，哎，你演别人这样子，那你有句话想说 ，I always know what I want。What you want？ You tell me， tell me what you want。Yo， OK， 到你了。你有讲过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就是你的宣传都这样子说啊。对啊，你没有啦，你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。我是有自己的想法，然后我是比较怎么说枯燥吧？哦，固执。然后我想要，我就要。我们今天就你说华语，你华语，可能倔强啊，坚持啊，倔强这样子。对对对对。对， okay. 所以对啊，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。对啊，对了，那是对了。有牛片没有？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，我们讲要越挖越深这样子嘛，那我也要为一些酒吧听众朋友谋福利这样子嘛，好。那其实我们报章上面呢，常常都看到曹格的新闻，而且呢，都保温期蛮久的。比如之前什么同志疑云啊，然后最近又谈恋爱啊，然后很多人都被导演骂这些东西，这里面的东西哈、哦，就总括来讲，正确性哈、哦，正确度有多高呢？有50%的，有一半其实是真的。OK， 那其实你的问题是比较尖结吗？还是他让我来直接一点？他问的好，因为我新人嘛。OK， 让我来直接一点好了。你知道，就是因为
因为我出道比较久，那可能在圈里面呢就认识比较多。有地位了他。没有没有，我跟大家说，因为大家都说，哎呦，那个曹格他好会好会炒新闻呢，时常都有新闻见报，每天都有新闻见报。这个地方是，那个地方是，你有什么东西要说？真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朋友，就应该让你来解释。其实啊，炒新闻轮都轮不到我，笔不在我手上，所以我怎么去炒？没有，可是因为大家说，你看玉照他又来讲话，那个什么暗恋他又来讲话，那个王力宏他又讲一下他可以喜欢他这样子，好会吵。没有啊，有人问我才会回答，不问就不会回答。好，那应该是说大家都是喜欢追着你来问。我觉得因为我是比较，我的个性比较直嘛，对，你问我我就会回答。哦，就是你可能会比较容易被人装打工，可能因为你讲话比较直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因为我就不想，你看我常做访问是没有限定说这个不能问，那个不能问，这个不能问。嗯、有啊，刚才有一样东西说我不能讲哦，有吗？哦，有，我做证，他真的是不能讲。KK，你不要再逼他了。哎，回路里装。Oh come on， 耶、yeah, yeah, ！开始讲英文就知道一定是有东西的。Come on， baby。这还不够吗？Come on， 哪个？我们不会背叛你的。You are my super sunshine， you know。Hello， hello 。我现在真的是天下无敌嘞，好讨厌的。OK， 没有啦没有啦，其实就想透露一下，因为其实很多马来西亚的歌手啊，都觉得，哎，好像你刚才所说的，你的歌曲都有马来西亚的味道在里面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大家都好像以开演唱会为一个目标，那你有这个目标吗？其实，小弟还没有这个能力了，我觉得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觉得我还没有这个能力去开演唱会。你的能力是你的歌不够多啊，还是你的体力啊之类的？不是的，我的唱酬要求比较高。哦，谁？没有，我们应该问，你是说哪一方面的能力？没有，不是，不是，因为我觉得演唱会的东西不能够自己说要开就开的，我觉得是要足够的。足够的人想听你开演唱会，你才能够去开这个演唱会。那我不想为了演唱会的事情去给自己压力。等一下，我们先问一下外面的朋友，曹格开演唱会你们去不去看？捧场吗？一人买多少张？一人买多少张？一人点一张而已。五张。五张啊？那你怀身超开啊？张嘞。好，跟潘金姐去啊。这边呢，我们直播室要形容一下，因为呢，就是隔着玻璃嘛，他们在外面尖叫，其实我们的房那个声音是蛮强的，所以听不到他们欢呼。对，所以外面的人的反应都很热烈。不要急，过来，哎呀，等一下，我想说，因为你的好朋友就是Zakin 啊，他也是才做了两张唱片吧，他就开演唱会了。他做了一张，他就开了。对，所以他就开了三张。他在那个演唱会之前，他在推出了另外一张这样子。嗯，所以。你已经够了，唱别人的歌，买威廉的唱都够。